从揉面团推面皮开始，外籍老师与孩子们一起手做披萨，最后送进烤箱，自然而然地解释每个步骤，全程使用英语词汇和用法。Normal classes are boring, so we study new things. And actually, it's the best way to let them do things, actually, so they can learn by doing things. So we are doing pizza today, we are baking pizza, and actually,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just done with my part. I just introduce them, and they are just experiencing that by themselves.最后，热腾腾的披萨出炉，孩子们大快朵颐，为毕业前夕留下难忘的回忆。那自己做看看的成果，不是蛮好玩的？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会去努力的学习中。我亲手做的披萨真的好吃，没想到讲英文做出来的披萨那么的好吃。学生们积极参与，透过实际操作体验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我想让这些毕业的孩子呢，能够在沉浸式的这种学做披萨当中呢，让他们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学习。那我也非常谢谢我们 Andrew 老师呢，他真的是非常棒的老师哈，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种怎么样学披萨之中呢，把英文呢学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送给他们的一个大礼物。中山国校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提升他们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